这样子，就是看到他这样打桩，所以我们就没再下去了。对呀。他这里都预制车了没有？就在摆好。现在台中站就挖坑，然后我那天去，他正好在打那个桩，我就拿手机就给他录。对对，他没啊，就在很多哎。在那录了很多段影片啊。哎。高速这样一摆着这样套上去，高速就调整出来。台中县。